围绝经期月经特点。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张雪玉，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妇科主任医师。围绝经期的特点呢，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一类的妇女，就是在这个年龄的妇女呢，主要呢就是由于卵巢功能的这个衰退，它这个激素水平的不稳定。那么激素水平不稳定呢，就会出现与激素下降和不稳定的相关的症状，所以病人呢这个特点呢就是情绪比较激动呀，有易怒呀，注意力不集中呀，还有的妇女是这个抑郁，所以不稳定呢造成的月经的紊乱，时多时少呀，时间也不定呀。那么再一个呢，就是激素水平不稳定造成的神经系统的改变啊，失眠呀，记忆力下降呀，抑郁呀，易怒呀等等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会出现这个心血管的疾病，比如说血压的升高，血脂的异常，再一个就是骨质疏松。